桜木。影片开始前，麻烦大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通知哦。哎，大家好，我是查克爸爸。那今天呢，为什么要做这一支福田的机制球有多准的这个影片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是觉醒系统在台服出现了之后呢，我看到福田的觉醒技能呢，就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现在这一个可以看到天赋树的这一个更多欢呼里面的这一个超神反应。他把它点开的话，原本会有这个20%的几率，在福田用瞬接投篮被主攻的时候，可以接下自己的球。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进阶福田的技能，如果点开来的话，假设我们顺利得到10分了，好不好？那这个几率就再加20%，也就是说福田吉兆在用瞬接投篮有40%的几率可以自己把球拿下来。那其实40%的几率相对来讲还是偏小，但是这一次的崛起系统开启之后呢，第七 level 7的地方，它的这个几率提升就让我很感兴趣。如果我们今天一样得到10分，那其实我们有61%的几率可以触发这个主攻后的接球。那如果得到18分，那其实是67%、欸。67%就是说我每投3球，就有2球接下来、欸。所以查克爸爸在那边就想实测看看这个几率，所以呢才拍了这一系列的第一集，这个福田的机制球究竟有多准？那虽然说这个几率是这样啊，不过呢，我还是不推荐大家觉醒福田啊，因为觉醒福田应该就是一个字，盘子。对，然后那查克爸爸在这边就试给大家看啊，那大家聪明一点，可以把这个点券花在更实用的地方吧。リバウンド桜木。何？いい感じだ。本気を出すぞ。何？もっと、もっと褒めてくれ。もう入るのを確信してた。面白い。待ちくたびれましたよ。うん、いい感じだ。天才桜木、本領発揮だ。もっと褒めてくれ。俺に任せろ。ナイス。
ナイスパス。よし、乗ってきたぞ。天才！勝利を呼ぶ男と呼びなさい。私のことは。リバウンド王、桜木。リバウンド王、桜木。もっと褒めてくれ。しつこい。ナイス！待ちくたびれましたよ。